那里有买三送五。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对省钱的坚持。钱乃身外之物，不能被它绑住。不同的金钱观念，我觉得他打从心里面就讨厌钱跟鄙视钱，因为他把钱跟他爸画上了等号。我说过了，他不是我爸。我的家务是不用你来擦拭。加上亲情的羁绊，让两人的感情处在破裂边缘。如果你的心结不能解开的话，我们之间就会一直有摩擦。你觉得这样的感情会长久吗？他们的感情经得起考验吗？完全省钱恋爱手册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